哎，早晚，欸，应该是晚上好。啊，我没有去睡觉，好困啊。熊猫君安安，青蛙安安，小沙子安安，国猫安安，乙醛安安，许愿安安，雪莉安安，然后打喷嚏。320。三四句哦，也是320。等一下哦，这个320块，研究要3份，这个320块也就1份，320。哦，Red 安安，ODAB 安安，小伟安安，白文鸟安安。我要回台湾了，你要回台湾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不是什么啊？你要离开台湾还是要回台湾？看不懂。哦，哎，都是要小黄瓜哎，那直接卖这个就好了啊。份哦，你去日本玩哦？哦，看懂了，哦，懂了，懂了。你去环球当天狼星？哎，好，不准你回来。等一下啊，五六三十份。六代神女，哎，这样买小黄瓜，哎，白痴哦。越过，四份，832，这应该够了。继续卖寿司，对，晚点换游戏。哎，出门抓六代僧，过了今晚换游戏。怎么换潜水游戏？没有啊，我中午关台后都没睡，对，没有睡觉，出了一些些事情就没有睡了。啊，等一下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换枪啊？哎呀，我要干嘛？家里淹水没有？欸，不是。弹药6发，弹药5发。哎，用什么嘞？我差点讲阉你吗？阉你妈啦！淡水是下午快晚上才下雨。怎么宝可梦碎找回来哦？那个啦，我之前，我这个礼拜，欸，这个礼拜一的时候，我的宝可梦碎，那时候账号删掉，找不回来。然后是今天，就是弄一弄，
那今天刚找回来宝可梦碎的资料。哎，还好有氪金，有氪金宰草为找回啊，找回我们的账号。呵呵。安安，你不是刚安安过了？你不是刚安安过了？是来多骗一次安安呢、啊？你氪多少？氪多少？没有他，先别提氪多少了，因为你有氪金，然后账号那个那边会有个就是你的氪金账号，你懂吗？会有个序号在，然后是用那个序号找回来的。你好，安安。嗯，棉被猫安安，一边安安。哦，哈哈哈。哎，看！哎，不过少睡别人三天，哎，四天就觉得哎好亏，少睡人家四天呢。菲菲安安，啊，账号绑了没？绑了啊，我还差点忘记绑呢，还差点忘记绑啊。你也玩戴夫哦？看，我已经玩了，我看一下几小时，你现在才看到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我戴夫已经玩了33小时哎，不过进度还是这么慢，在慢慢体验。哎，感谢米米的几个月，9个月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好呛哦，没睡。现在才看到，怎么了吗？你知道我很讨厌人家打注英文吗？怎么了吗？你们都说到到讨厌啊，你看。就像哎，中文字啊，就觉得说人家都会说什么中文字都没学好，还学人家打什么注英文。最近越来越多人入坑这款游戏，没有这款游戏其实真的很久了。啊，我是拖到现在才开始玩啊。我没有说讨厌啊，就只是我自己本身都会避开不打注英文。这很久了嘛，这个测试版很久了啊，啊，正式版其实也一阵子很久了、欸，有半年了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哦，快一个月了、哦，不是半年啊，半个月，快一个月了哎、欸，啊，所以我没有讨厌人家打注英文啊，我只是我自己很讨厌打注英文，没有说到讨厌别人打注英文。因为我的台其实曾经有禁止打注英文这件事情，好像不错，你可以玩啊。如果你没有什么深海恐惧症，或是像菜渣的什么鲸鱼症还是什么的，可以玩啊。那这款游戏，我给你个算预防针吗？就是它在水下或是你在解任务的时间。大鱼啊，你在做寿司的时间太多太多了。明明默默安安，就是你可以在水下或是解任务解一个小时，或在水下抓鱼抓一个小时，结果你在经营寿司的时候不到3分钟就没了。我比较讨厌打错字，但我自己黑暗字又不方便，容易打错。哎，我常打错字，辛苦你了。对甲壳类过敏可以玩，哎，我不会游泳，说哎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它虽然是经营寿司店啊，只是，哎呀呀呀，你看，就像这样子，哎，看到这种大鲨鱼有没有？哎呦喂！戳它！哎，没事，菲菲有没有？
阿鱼就是这么温驯，摸摸摸摸它就好了。但我会错字来打字，你看又不是在这里。哎，多傻呢？你本身就不爱这里了吧？学游泳测试八级啊？哇，你摸一摸它就挂了，看来不能被你摸到呢。说什么？我拿枪摸它，哎，开玩笑，你就不要到时候叶子也玩这个。哦，我头好痒哦。啊？什么虎尾海马？不过这款，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玩呢、欸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适合玩什么游戏。说生存也不是生存，但是经营又觉得还好。你有强迫症，如果有囤积症什么的，那这款你应该可以玩啊，因为它有收集图鉴，然后有还有分一星、两星、三星的。如果你追求很完美的话，那你这款可以玩很久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这款应该就随随便便啦，随便玩，开心玩就好。你只要下海去捕料理要的鱼，这样就好了。欸，其实我发现它其实主线可以真的可以不用解任务欸。你只要每天经营餐厅，你乖乖经营。你也是饿不死倒不了的、欸，他可能明年会玩吗？明年玩什么？玩这一款哦、喔，这么久、喔，明年还有半年欸，他都会拖很久，哎呦。因为那时候看你跟温阳最后一次玩，好像是玩瑞福特吧。到时候 DLC 发售，哎、欸，说到 DLC， 明天好像是斗阵 1v1 的正式上市哎、欸。还没玩完，对啊，我那时候本来看你们两个玩到其实成就有很多我都没看过，啊，怎么就后面就没玩了？怎么想说后面他开始在玩麦块，然后再一个人打麻将了？想说是你不理人家，还是他比较忙？哎呀，走开啊！哎呀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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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想跟你打，上班很忙，我好累，啊，我现在很累，我没有睡觉。昨天跟我家香港莫德出门，逛到的右脚受伤。逛到我右脚受伤啊！我要出门赚钱养家。哎呦，你有家庭了是不是？你家就你一个，你要不要多一个赔钱货啊？我可以报名哦。没有，他不会养我。他只会养其他台的主播，不会养我。
哎，我想如果我不，也不是不解任务呢。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快结束了，因为主线已经差不多了。主线已经来到冰川了，我记得主线好像只有六章吧。嗯，好困哦。嗯，我来看打哈欠打成这样子，笑死！哎，怎么找不到那条鱼啊？气人哦，下海就是要抓它的哎。你不是什么大西洋什么鱼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呀，好困呐！开台不到二十分钟，一直在该好困。就是干脆直接去睡觉好了，挂着直接去睡觉。啊！天哪，要打哈欠。睡觉记得设定卡比兽，不用啦，我那个有 Pokemon Plus， 所以不用设定，哎，本身就会睡了，只是我要记得起床而已。啊，要不是我的账号没找回来。他们已经四天没睡觉了，但是账号也没有继续算啊，我觉得蛮亏的。哎，我的宝可梦们四天没睡觉了，好亏哦。他们的肝还好吗？
喂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就是在找你。哎，水啦水啦。肝胆肾都爆了吧？你是说我的宝可梦吗？可能是哦。对啊，张着嘴睡觉，最喜欢他这样嘴巴张开的睡觉了，最爱了呢。哎，白色的海马好像抓过了。对，就叫白色海马。哎，是不是下午？哎，早上抓过了、啊。对呢，啊，不是应该会很多比较大的鱼吗？哎、啊，怎么都看不到了？哟！吃吃安安。哎，死掉了。繁星是说本人四天没睡觉，有啦，我昨天睡了12小时，应该说今天睡了12小时啊。没睡觉是我的宝可梦啊，因为账号是第四天才找回来的，所以严格说起来，他们四天没睡觉了。可怜啊。奇怪，啊，怎么都没有较大的鱼？驾驶又有爆炸了，还好啊，哎、欸，我也是曾经有4天以上没睡觉的、欸，虽然那时候精神状况真的很恍惚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在吃东西的，因为太累了。不过还好啊，拜托，我昨天都已经48小时没睡，还跑去逛街。都还活着了，对不对？那个4天没睡觉算什么？年纪有了就不能这样随便乱搞了。我应该是比你大啦，因为通常看我的台的1000个里面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，呵呵。嗯，那、啊、就没了哦。嗯
这就像是王贝贝跟孙子很好，活到100岁，结果还101岁就往生了。啊？我一百，这什么故事？我怎么没听过？我怎么没听过这故事？来登录一下，登录。哦，替换。我37岁，有比我大吗？你大我1岁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你就是那1000人中的唯一一个啊！比我大快10岁啊，就说我很老了哦、喔。来去看看，哎呀，敲头，谁会跟教主比老？很多啊，超多的哎、欸。就算我没比老好了啊，那个叶子。也在外，跟我讲说，啊，繁星到底几岁啊？痛、嗯，哦，哦，没有，虽然到最后是跟别人比啊，啊，跟女生比年纪有点没礼貌啊。有点没礼貌，超没礼貌啊！啊，子弹用完了，哪里快？你以为繁星二叉没？我一直都说我已经过三十中了，有跟菜渣差不多，菜渣也比我小几岁而已，好吗？没有，最好像是菜渣那时候有一次在帮我过生日，然后问了我几岁，要买蜡烛，结果把年纪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吓到，他说我竟然比他还要大。确认。哦、oh, ，来了，好用的妹子，怎么会说好用呢？奇怪，怎么会说妹子好用呢？嗯嗯嗯嗯嗯嗯，爱茶的安安，我比菜大大，对啊，可是要种什么啊？是不用种什么东西啦。能干的秘书没有，他是能干的厨师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一种餐厅是最繁星，是一种哥哥对弟的感觉。哎，说啥、啊？我其实对人都很照顾的哦、喔。哎呀，头发真的好长哦、喔。有几撮头毛一直戳到的鼻子，好痒哦、喔。对，龟龟直开嘛，不是，他们就是每次问我问题，问到一半的时候又插嘴啊，插嘴就讲解到一半，我就是俩拱啊，但是发疯啊。然后老师在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就对老师我问题啊，讲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又突然在聊别的事情了。对啊，格斗天王了，火花厨师。
这次游戏的挑战者啊，是白金的英国厨师亚历克斯库伯。我还以为你的店会更华丽的，真是不是吧？啊，心理战已经开始了，估计是这样，听起来就油炸大海啊，拿海水裹上面糊拿去炸。他也不是炒屁精吧？他哦，对，是哎，对不起，我算把八神跟他搞在一起，搞在一起。哎，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。前面有人问过，会是好生好气的回答。对啊，你看那天同一个问题问了三次了。我虽然我知道很多时候你要遇到才会去听，但是那就是前一个问题啊。没办法，以前都是有边念边啊。对，因为吵至今还是比较好听啊。屁啦，一模一样嘛，在干嘛？炸鲷鱼或是黑虎虾，我要用深海鱼来料理，把已知的味道原封不动的做出来，不符合的料理，找大海新鲜的味道。那你做土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一定有做出优秀料理，都是准备吃来油。雪茄达摩沙吸血鱿鱼哦，吸血鱿鱼，太平洋童眼鱼啊，这个就是在那个呢啊，这个在渔人村里面的。哦，怎么有大声？等一下耳朵哦。他刚刚要做什么东西？姜瓜牛不是姜啥？番茄和鸡蛋。嗯，番茄。红石蟹，天啊，有玩光遇哦。啊，好困哦，完蛋了，我好像快挂了。哎，救你了！好了，取消，我看一下哦，选择替换，来培训。哎，你看厨房香喷喷的妹子都没有油烟味了。单机游戏没有早晚问题啊。对啊，没有啦，它这款游戏其实没差，等打折就好啦，又没有说会有连机然后进度不一致的问题，就慢慢来啦。场外有胖子，说谁是胖子？好好说话，我是老板欸。我是应该把其他员工也都买下来啊，不然我一直抽不到我要的员工。好了，哎，有稍微做功课啊，这个。料理处理高手啊，是可以让食材有几率不消耗、啊。你看，有 5% 几率增加菜单盘上数量，就是应该是减少消耗啦，没记错的话。不该买呀、啊！好啦，买啦，花木。员工全部都买就好了，对，就是
哎，不用，我们就直接啊，保底抽光光啊。哎，然后把员工啊派出去给我，给我拿盐巴，选择。好诶，是有几率多一盘哦。好，来喽，我们这个吧。确认30盘，还是就吃这个就好了啊？我问一下哦，他这个盘数一开始就6了，那我只点这个的话。然后给他那个自动供应，会是算6盘还是算1盘？还是我就摆这个就好，卖完我再换下一个，也可以对不对？算6盘哦，好，那我就直接先卖这个了，30个，好，我们就这样营业吧。来客数会不一样，我知道啊，就是乘以9啊，大约数乘以9，所以青铜是1，白银、黄金、白金9是36，没有，钻石是45人，36是白金。好，开始经营。好香哦，粉红色包包头妹子啊，来了，油腻腻的胖子来了。哎呀，靠近主桌的啊，有优惠啊！等一下哦，那个。我刚刚忘记买小黄瓜了啊！忘记买小黄瓜啦！升级它吗？好啦，升级6个、18个，好吗？16个，16，只能供应16。哎，不对哎，16减4。好啦，确认 ，next， 确认。完了，怎么是点啊？聪明！啊，怎么点那么远？啊！倒酒啊！你真是让我太难过了，你竟然连酒都不会倒了吗？啊，少两个酒，哎，亏了，太亏了吧！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竟然连酒都倒这么慢。好啦，我的错，我应该自己。哎，那个下次要点酒，请坐在啊那个吧台啊，不要坐太远啊。本周真挚的愉快是
魔法帽水母。这种水母很难用雷达知道它的足迹，因为它会用惊人的速度。哎呦喂啊！只要稍微靠近它就会消失。如果不是使用狙击枪类的技能，恐怕是拿不到。哎，注意哦，我现在点名一个时间啊。菲菲，你还在吗？菲菲，要用狙击枪，水深100尺左右，黄色遇难船附近，要拿狙击枪啊！好，我希望我明天记得。都收集完了，不用理他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换游戏了。看，刚刚菲菲打完字，现在直接人绕干了，不见了。商店，然后提升产量肥，购买，确定，确定。存档，这个在这边会自动存啊。哎呀，完了！我是不是等一下玩到一半会睡着？虽然我之前有吃过安眠药，然后再开台，可这个情况是有点偏，有点差不多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有生小孩哎、欸，这么居然玩到一半睡着，我用小鸟，哎、欸。啊，如果万一倒下来的过程中，那个耳机掉下来的话、欸，密度79%。这一词我很不想理他们了、欸、巨口鲨，哎呀，鬼安安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进度又这么快了啊？玩9小时就已经打完那个、哦、肉墙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嗯，好，我帮我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阿静安安，你等一下还要玩吗？不然玩什么？开放水域冰河，哎、欸，满了，看一下哦 ，Oh my， 哦，我想说。那时候看你在挖那个陨石矿，阿长安安，好久不见，今天忙完一些事情，有开跟你讲，好好啊。如果我没睡着的话，我没睡着的话啊，冰河通道冰河区域啊，不开。不开不开啊！3万块钱，开心，这是财富自由。寿司店，好，等一下寿司店的东西弄完啊，我们就换游戏。各位拿起你们的手机，待会会用到你们的手机哦。今天下午，今天早上有说要玩的游戏，猫咪确认。看看这个妹子，哎，会挑眉、欸，钱我都要干嘛？
升级员工啊，干嘛啊？等一下哦，哎，这个明天再用好了。我们换游戏吧。哎，其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耶，可能我等一下要把皮关掉了，因为我等一下要用手机。可能啊，大多都是用在培训员工。哎，所以我不用再升级我的那个了吗？那个潜水服那些了吗？就这个啊。装载箱跟鱼枪，这个应该不用先弄了吧？哎，没事，待会的事，明天的事，升级农田。哎，我是升级哪一个农田啊？左边农田还是右边农田啊？哎，我想问，那我要问一下，我的左边农田的那个怎么升级？我想要让它变更大，啊，还是只能升级右边？都要，哎，我要种什么菜啊？那我先问一下，我到底要种什么菜啊？我现在要种什么菜？有什么推的吗？我先问一问好了。我找不到升级左边米的青江菜跟大陆妹，靠腰。你，我是问认真的，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吧？找左边大叔。可是。我找不到升级的欸，上面有跟你讲过，不是，他只有扩张二跟三阶，欸，不对，这个就是这个吗？我以为是二，我以为是这个这两个欸，稻田跟田地扩张。对不起，购买干嘛？对不起啊呀呀啊！你上面有跟我讲，那我要种什么？对不起啊！好，我现在上去看啊，菜渣是千金哎，还有什么？早安，你有回答我吗？哦，上次哦，哎，那我要种什么啊？我上次只记得小黄瓜而已。上次打错，完了，我可能现在是真的比较困，比较累。我只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说。那个肥料优先满，再管那个其他东西。我在开心农场，我现在不开心农场。我等一下要来跟你们一起开心了，好不好？小船。有在弄小黄瓜可以弄梅叉，后面才需要其他作物的。好啊，小麦也会用到面包吗？好烦哦，我要再回去了。好哟，好啦，那个等一下哦，我弄一弄好了，反正多多安安。你在干嘛？你在烤？对不起。啊，鸡蛋呢？我要跟他买鸡吗？一个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。下次跟我一起开心，我听了哈。小麦哦，小麦、小黄瓜，有钱就买满，我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A 级鸡蛋会缺哦，买贵的鸡就好，对不对？不要，这是什么？促进生长肥。
哦，营养堆肥，购买。你是全买，买什么东西？要干嘛？偶尔会下 A 鸡蛋，很高几率下 A 鸡蛋，下普通的蛋，A 级几率10%、40%、70%。你三只全买满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买下去我只剩下10,000多哎。好野人，不野，我等一下我还要升级我的厨师哎，钱再赚就好了。我的厨师们都还没高级哎，后面钱会很快，员工开销太贵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就是后面员工的开销贵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没浇水啦，白痴哦、喔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升级水壶啊？你看，跑来取水这个时间，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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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于花2000块买一个员工，而且还不一定给我下蛋。升级满不用自己浇水，来了，来了，购买这个吗？比普通的再大一盒是这个吗？还是有什么可以升级？没了吧？对，刚刚我刚刚在浇什么水？我的天哪！啊！然后跟你说开玩笑的，我会生气哦。更变名称。啊，GG，啊，你叫大 GG，那这边一个 GG，GG，大 GG，它只能英文啦，方便，购买。哈，欸，HEY 吧，嘿怎么拼？HEY，嘿，GG，不能，这个怎么可以取安妮的名字？不行不行。欸，嘿是 HEY 吧，对不对？是，好，确定。没钱了啦！啊，万一等一下有员工进来的话、欸，哎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先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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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剩下的明天再来买。好了，我们要换游戏了，再不换的话，人都要跑光了。买一只纸的，没有纸的吧？有纸的鸡，那是生病了吧？好。我这个要怎么玩啊？其实我蛮要研究，但是我没研究欸。各位准备咯。哦，好大声哦，白痴哦，等一下哦。
我看一下，声音大小有没有看到？第二个游戏啊，待会要跟你们一起玩的就这款啊，又是感谢我们的番茄主播，啊，太小声了，等一下哦。我们的番茄主播今天又发疯了，又买了游戏给我。我调声音大小啊。我就只是想玩色彩猎人啊，色彩猎人没有延迟，就是比大家的题库有没有很多。请握直 Joy-Con。Joy-Con 模式。Joy-Con 模式。Joy-Con 游玩的模式。最多八人，最多一百人，最多可以八人一起游玩。等一下，我要把 Joy-Con 拿起来哦。这个不能用手把的哦。哦，他管很严呢。好哟 ，Joy-Con 要怎么拆啊？我好久没拆掉了。等一下 ，Joy-Con 要怎么拆？救我！就一看要怎么猜？等一下哦。哦，后面的黑色点哦，找到了。对，谢谢，找到了。哦，有了。等一下哦。我想这个智能手机模式，我是不是要拿手机跟着玩啊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我要把视讯关掉了哦？啊，今天丢啊，今天互动都取消哦，好不好？您所使用的智能手机将化为监控啊，那我的皮先关掉哦。那各位，今天没有皮咯，好不好？来跟我的说拜拜，然后哦，每次手机都好烫，天哪！我也可以不玩，不要啊！我要玩，我就是要玩，你管我？我就是想玩，不行吗？阿多，等一下选到 ET 怎么办？我先换游戏，我先换标题，一二。有没有一二 switch 啊？一二 S W I T C H， 哦，找到了，一二 switch 这款吧，完成。Q R code， 等一下哦，你可以敲啊，只是没有效果而已啊。然后嘞，继续，请不要将大量智能手机过于连接一个哦。哎，这个之后晚点我们在 D C Two 自己玩，有智能手机就能玩，对，来各位。我们开始玩咯，请扫 QR code。已经进入房间的玩家，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跟名字。会以您的智能手机为控制器。好的，右下角有出现，同意。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要叫什么？熊猫居，你的头像呢？我要叫什么名字？我的手机里面有什么照片啊？我想一下哦、喔。
你怎么？我就这样卡皮上的。哦不！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。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。不，胖丁不见了。那我先看一下我有什么照片可以挑哦。开始游戏吧。你不要逼我，不要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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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在凶，我在凶，我这个在叫我的。不要吵，谁在扎？聊天室要不要改成右边？等一下哦。聊天室，对不起，难怪有人没进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好，你们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不要观战，给我进来！不要给我观战。我什么香香的图可以用啊？等一下哦。腹肌的照片要吗？啊，天哪！先观战怎么玩？没有，你就是啊，反正就是先进来玩。等下会教，玩了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找到一张可爱的照片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感谢月灵啊！感谢盘子的六个月订阅。盘子，完成。OK。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好了，步步进来了，几个人 ？OK。什么意思？好了吗？我们九点开始哦。我们九点开始。哎，人太少了吧？怎么一堆观战的进来玩啦？用同一台手机可以吧？我是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哎。请问那个光遇的是谁？进来玩真的很好玩啦，快点啦！负责按下 Joycon 的按键。好啦，九点喽。有点开始哦。我好。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。请找一位代表负责按下 Joycon 的按键。好了，九点了。就要这样开始参加游戏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们等一下也可以中途加入啦。如果中途觉得好玩的话，请把自动休眠关掉，把旋转手机关掉，把声音打开吧。好的。
那个是中途可以随时加入的，好不好？感谢花音的5个月。好丑哦，在干嘛 ？Go。哎，蛮忙的哎。来帮忙大家的，我是 Horace。那么伴随着这个派对，想要感谢你们选择 Everybody Want to Switch， 谢谢。你要把 QR code 载下，大家才中奖。请用选择想要。我要怎么载？我要去哪载啊？他刚刚那个画面是不是？那等一下吧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那我等一下再弄。选择普通。哎，等一下哦。位置时移动。这个地方容许你在游玩的过程中离开座位。这个不要移动好了。玩家聚集在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我截一下图啊。决定要跟谁一组吗？下一场。我决定呢。随机。OK， 要开始喽。Everybody， 上吧！右边的队伍，请移动到画面右侧。然后这时候，这时候就好了吗？我是那个盘子，我知道，看得出来。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？那么准备好了，手机画面好像有 QR code 的样子，可是那是有载过的人啊。队伍对战，哎，你们不要拍一些奇怪的照片在这边啊，会被 ban 哦。各种队伍对战游戏，胜出就能获得一分。最先获得3分的队伍就能胜出。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声音会不会太小啊？因为太小要跟我说。第一个游戏是这个。哎靠，走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，太好了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这个的话就是。应该大家都看过精华啦，就是要拍跟他题目颜色最接近的色彩猎人。但是我们规定哦、喔，不可以拍荧幕哦、喔，不可以开什么小画家什么之类的调色票哦、喔。这个要拍实体的，不能拍荧幕哦、喔，好不好？加入。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？对啊，就是不能拍荧幕，好不好？这个给我好好拍实体的，不要拍 Google 找的一些图片。难得这个是没有延迟的游戏，请大家乖一点，好不好？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出发前，打气。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。打气。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哎，这个要允许哦，没允许不能拍哦。这个不要拍自己照片哦，除非他的肤色跟你的肤色很近啊，好了吧，好不好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。来，这时候各位请找红色的哈，啊，不要给我拍画面哦，我会生气哦。红色，然后拍下来看看吧。这颜色也太深了吧。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好了，拍好了。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哎，73分，好低哦。你可以换吗？感觉不错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来，这个只是练习啦，上面的分数是你找的分数而已。刚刚是练习，
现在才是正式来了。哎，这个跟肤色很像，要拍手吗？在20秒内拍照吧。那么开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咖啡色。给我娃娃。完蛋了，我的橘好不橘哦？可以拍手吗？不行。完了，我分数一定很低，我没有橘色的。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你们真的有人拍皮肤吗？不会吧？你看我44分，哎，我好烂哦。你那个是什么？保健食品吗？哎，我怎么好烂啊？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。紫色，紫色，我有什么紫色的？是这个颜色。这个可以吗？时间跟刚刚一样。这个好像有点蓝，不是。开始。我没有紫色，我没有紫色，我没有紫色。完了，我要为了这个游戏去买一些题库的商品来玩。3、2、1，时间到了。你们觉得合理吗？这个为了玩这个游戏，去收集很多题库。习惯了。好像很好玩啊，这个是最好玩的啊，这真的是最好玩的一个游戏啊，买色卡。干，你们不要，真的不要给我拍萤幕哦，我会生气哦。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平时有收集什么垃圾啊。好强。雪莉，哇，太强了吧！我看到有人发萤幕，对啊，就是我不想要人家拍萤幕啊。拍萤幕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输你们？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哎，雪莉，同一个照片拿出来啊，雪莉。是这个颜色。哎，这个我有，这个我有。开始。我有类似的，我有类似的。奇怪，它颜色跑掉了，它有色差，不，完了。2、1，氧化后有色差。辛苦了，来，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。让我看看，对啊，就是看到卤蛋他们呢，一大堆人都是拍萤幕的。甜菜是不是三次都没拍到啊？魏武是什么？魏武是什么东西？欸 ，NONO 这更强好不好 ？NONO 他可是题库王欸，真不错。工作做得很好嘛，那时候看到 NONO 的那个直接是笑到不行。第一站结束，来发表结果。左边的队伍领先一步，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吧。从现在开始会由落后的队伍决定游戏，所以有请右边的队伍，觉得是现在了，就按下智能手机。你们按哦，这个是红方要按的。来吧，直接选吧。游戏是这个啦。这怎么玩？哎，其实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玩哎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这怎么玩啊 ？One, two, switch。其实那时候以为番茄会先玩这个啦。眼泪冰狗。
因为番茄之前说他一代有玩。欸，要玩要点中间的 Go 手机版，欸，已经加入的。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哦。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首先，在智能手机按下 OK 按键。看我操盘了。片的数字。哦，选自己要的吗？哦，哦。在这个游戏里，会用 Joy-Con 停下轮盘。这一次负责让轮盘停下的是……哎，搞不好你们红方的，搞不好你们红方的有跟我一样的啊。按下按键。哎，按哪一个啊？首先是右边的队伍。好。Let's bingo！ 我看一下哦。按键决定数字。来，右边的队伍有没有想要什么数字啊？有没有什么数字啊？跟我说一下啊。我觉得三开头好像不错哎。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。我在问左边的，对不起，是左边的，不是右边的，左边的。左边的打在荧幕上。请按下按键让轮盘停下。我要闭眼吧，好好闭眼闭眼。十。好啦，我要按啦。左边上有对应数字的话，请点触一下把它打开。哦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来，我这边按哦。让轮盘停。22。22。那么来说明一下规则吧。啊，按了之后才说规则。必须要队伍中过半数的成员达到 bingo 才能胜出。过半数。请确认需要多少人达到 bingo。哦。那么继续吧。接着是右边的队伍。欸，其实按两个按键很累。三十。三十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20。20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冰果啊，待会再解释一次。现在很多人在观战。的队伍啊，为什么机会时段？什么意思？机会时段内选出的数字会变成三个。哦。35、36、37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请按下。都没照。决定数字。对不起啦。之后的数字29。29。即将连线。怎么？一个格子就 bingo 了。朝丞相。接着是右边的队伍，请按下按键决定48。48。欸，还是我看到你们有打字我就按啊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好快。请按下按键决定数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有人打字我就按，好不好？有人打字我就按。当轮盘转动，有人打字我就按，好不好？请让轮盘停下。好，有人按。43。垃圾又没中。垃圾又没中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来，我们左边队伍。哦，九。3、4、5。哎，3、4、5。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接着是右边的队伍。右边转的才按哦。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。哦，二好。14。右边的队伍有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。欸，太扯了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左边的加油。轮盘停下。二。十二。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哦。欸，我们是即将而已。右边的队伍。来，准备了。按下按键决定数字。之后的数。三二。16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来，左边的轮盘停下。47。47。我都差一格哎，我都差一格哎。接着是，哎，不对耶，没有，我看错了，对不起。来，左边的。49、50。
一，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好，达到即将连线的人开始增加了。如果双方队伍同时达到 bingo， 那最先在卡上开动的就算获胜。月玲，我们加油！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请按下按键决定24。24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左边的队伍有人已经达到三条，即将连线了。就算不同条，我也是。右来，右边的轮盘停，44。44。哎，我左边的队伍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，我真的都差一格哎、欸。这什么游戏？等下可以用手机参加。我等下等下弄一下 QR code。23。嗯，看来还有玩家连一个即将连线也没有达到呢。还嘴谁？看来有人连即将都没有。请按下按键46。46。我看到一直人打二哎、欸，左右两边都有人想要二哎、欸。哦、oh!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机会时段，来左边的九、18、39、40 ，bingo， bingo， bingo， 哇，完全没有我，胜负了，左边的队伍胜出，大家一起欢呼祝贺吧！我没黑箱啊，我是靠他们打字我才按的啊，我没有黑箱啊。表结果，左边的队伍只差一分。这没黑箱啊，我有让你们自己选啊。玩这个比较不想睡觉了吼。对。机会时刻，落后的右边的队伍机会来了。我不确定手机能不能玩，上次根本玩什么都不能，没关系，等下试试看。这次就由这位玩家负责抽卡吧。甜菜加油。代表队伍选一张卡吧。确认好 Joycon 之后，请按下按键。哎、欸，还是我选啊，白痴哦、喔！这些。对，甜菜你喊左中右。要抽的卡牌，对手队伍可以看到卡牌的内容，说不定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猜测卡牌的内容哦、喔。甜菜你。甜菜你是谁啊？你要哪一个？这个甜菜在聊天室吗？你要哪一个？准备好了吗？你要哪一个啊？哦，左。右边的队伍所选择的卡牌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看不到打字啊？我爱查德哦，白痴哦。原来是甜菜爱查德啊。由右边的队伍决定游戏。我想要色彩列了。智能手机的按键吧。用提醒字眼哦，对啊，用一下吧。熊猫君，感谢你，熊猫君，你最棒了，熊猫君。那这个这个色彩猎人二啊，它是没有中间圈圈，它没有中间的图可以看。懂吗？他没有像刚刚练习在第一次的时候有中间一个框框可以让你挑。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，接下来一天也好好努力。哎，各位不要扣分就好哦，好不好？记住颜色哦，各位记住颜色啊，加入。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？还会扣分哦，会，会的。笑死，这谁打的？原来会扣分，因为专业模式会扣分啊。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哎，不能拍荧幕哦。照相机吧。拍荧幕会被公审哦。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好不好？什么叫拍荧幕？就是你只要拍液晶荧幕或是手机画面什么的，是被禁止的哦，好不好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。没关系，这是好玩而已啦，不要太讲究。这啥小？在自己身边寻找同一种颜色，然后拍下来看看吧。哦，哎，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72分。
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感觉不错，我怕我进去会累，没关系啊，好玩而已啦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，都是跟你们互动的游戏而已，没有，没有什么奖品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哇，这什么？这太绿了吧？那么开始，这太大变绿了吧？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林克，你绿不绿？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了。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你见好这颜色的外套，你要穿在身上啊！我找到那个绿了，靠！我等下又出现的话，我要去拿。等下这曹操是不是有去各大台出现过？我怎么觉得很有印象啊？看你这个笔，你这本书有点强哎、欸！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套用很多东西呀、啊？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。接着是这个颜色，时间跟刚刚一样。这是不是刚刚也出现过的？开始。让买骗子吗？哎，这个哦、喔，这个我是那个数位版的。骗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哎、欸。好，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？我是我是我，我开始把一些垃圾丢在我桌子上了哎、欸。有吧？我前三了吧？哦，是我吗？不是我。啊，我在哪里？靠，要我第十四名哦，我以为是我呀。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太亮了！最后是这个颜色。我家怎么可能有这么亮的东西呀、啊？笑死！太荧光绿了吧？我家不会有啊！白痴哦、喔！我要去渔人码头，我要去淡水老街搜刮各种素材了。手机怎么加入？待会，我等下去拍 QR code 下来。哎、欸，他是每次都要换吗？还是固定一个就好了？固定哦。哎呦，你很强哎！购物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天，爱查德，你好像很强哦。爱查德，你是不是 Man 色彩猎人的？爱查德，你怎么那么强？爱查德，真不愧是你，谢谢你今天也用心工作。都不愧是你，来发表结果。右边的队伍只差一分，现在双方队伍进入决胜点。双方队伍互不相让，不到最后一刻都分不出胜负。繁星安安二 break 安安二红茶。由于现在是同分，由刚才的游戏中输了的左边的队伍，哎，交给我了，就马上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。哎，白痴哦，大家按都一样啊，没事没事，大家一起按。接下来的游戏是。不要 UFO 哦！不要 UFO 哦！啊，是我按的，这个啦，就是这个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
Everybody, one, two, switch！ 哎，这个不是黑箱啊，我是中间的色彩猎人，中间的 stop 直接按下去啊。欢迎来到编辑部，今天也来追踪最新的 Train Color 吧。色彩猎人去了去了，哎，他竟然没换掉哎。他色彩猎人是哪位呢？我以为他会换掉换下一个，居然没有哎。你应该可以离开房间拍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手机握着就好。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出发前，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。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牛哈！我刚刚以为是 UFO， 我差点直接松开手了。准备好了吧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。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拿那个。哎，白痴哦，这根本就不算啊！算的话很可惜耶。我难得拿到一个颜色很像的。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85分哎。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我拿八。感觉不错。哎，拍到85分哎，这个还不算，我觉得难过哎。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。喵哈安安，喵哈只是上线而已呢。为什么？先看看这个 train color 吧，在20秒内拍照吧。那么开始。啊，我应该换另外一个的。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啊靠腰，我拍到不该拍的照片了。那希望你不要在前三名哦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。你小心，你拍出的照片不要在前三名就好了。也将你拍到自己刷，你好恶心啊！接着是这个颜色，我记得我这个在团团那边有上第一名过哎。是第一名啊，前三名啊，我会攻他小。时间到了，好像开始习惯了。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？那就拍悠悠卡妹妹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有悠悠卡贴，我有卡有贴东西耶。你超雷，没事啦。黄，那不就是雪莉吧？哦，青蛙，你做什么？小王子吗？哎，人手的那帮怎么那么吃香啊？可恶，可恶！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粉红色，最后是这个颜色，那么开始。3, 2, 1, 好 ，OK 了。
胖丁的，对，我刚才找胖丁找不到。辛苦了，来，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。中了！番茄啊，那个是光玉的兔子啦。不错，工作做得很好嘛。输了，许力太扯了吧？输了啦！好，最后的游戏也结束了，来发表结果。Finish！ 右边的队伍胜出，恭喜！哎，输给人数差啦，可恶！好了，游戏的胜负已经分出。大家一起投票，选出这一次的 MVP 吧！使用智能手机投票选出今天表现最活跃的玩家吧。那么，投票时间开始。所谓表现最活跃，不只限于游戏里的表现，也可以考虑笑容等其他因素。笑容？哪来的笑容？笑得最多的人也许也是个好选择呢。有啊，我笑很开心哎。怎么样？就算已经投过了，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哦。还真的玩这个游戏了。没有啊，早上有说要玩啊，虽然刚刚本来要睡觉，差点睡着。那么来发表结果吧。对，我的台灯也是黄光，所以我的很多颜色都跑掉了。这位玩家，布布拍手，恭喜布布啊！请为努力比赛的双方队伍鼓掌啊！等一下可以参加了哦，因为虽然刚刚色彩猎人三场啊。哦，这还要自己手点哦。辛苦了。哟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若还有精力的话，请用 Joy-Con 选择想要游玩的派对吧。欸，我是要跳出去吗？还是？队伍对战是所有人 OK。哦，好，开始。要退出。哦。等一下哦，我要截 QR code。来，各位扫 QR code 喽。那么，首先请用画面上的 QR code 进入大家的专用房间。扫了之后点那个下面黄框框的网址，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跟名字报名吧。已经报名的玩家，请帮一下还没有参加的玩家，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。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等一下哦，不信，完成。应该好了吧？
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取名字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个照片？原神启动，祝叔安安，你要登机离开台北了，到家报开门没？好，第三要有弯弯，晚安，弯弯什么繁星 ？OK， 报名完毕之后设定照片，开始游戏吧。我们不酷。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，请找一位代表负责按下 Joy-Con 的按键。都好了吗？好了的，要玩的话是扫 QR Code 进来，只要有手机就可以了，就开始游戏吧。这要让手找一位代表，他这个比较像是那个团康游戏啦，但是没有团康也没关系。待会还是可以报名参加的。要再次显示 QR code， 可以按一下 Joy-Con 上的加键或减键，换出暂停选单。哦，按暂停就好了。参加的玩家所持的智能手机画面上读取。哦，对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就是你拿你的手机，然后对准 QR code 扫下去。然后下面会有个黄色网址，然后点进来参加就好了。那等一下没报名到的话 ，QR code 会在左下角，然后可以随时加入，好吗？那我们准备咯。哎，还有谁没加入？先开始咯，等一下可以直接加入进来就好了。因为我现在比较忙啦，我要控手把，要控手机，所以会稍微忙一点。那个如果旁边有家人的话，待会会有几个很尴尬的啊，各位自己小心一点。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。有点不公平的啦，就是会有延迟，孩子会比较吃香的游戏啦。OK， 哎、欸，那个忍者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玩了哎、欸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马上来分组吧。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？像是靠赛问答，没错。给我决定呢。随机。OK。那么要开始咯 ，Everybody！ 就是你一直挡标，大家丢标，哦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会那么累吗？请移动到画面右侧，左边的队伍也请移动到画面左侧。来，各位确认好喽。不是色彩玩到挂吗？我很想，但是有些很白痴的游戏，很多人没玩过。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？那么准备好了吗？大家一起给主角打击吧！忍者没有神灯嘞。我最怕的是那个啦，那个 UFO 啦，哎，泡芙班，要来算吗？要来算扫左下 QR code， 要来算吗？规则跟刚刚的一样，胜出就能获得一分。要来算吗？最先获得三分的队伍就能胜出。深蹲，不要举手，放下。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对啊，就跟 UFO 一样累啊。第一个游戏是。喜嘞哈喽 UFO， 哎啊，那主播有延迟吗？主播没延迟，不过台延迟大概是一秒而已啦。哎，干，你们通通给我进来哦，不可以不参加哦。Hello UFO，
给我进来哦，不要不参加哦。使用手上的智能手机游玩前，先启动感应器吧。哎，给我参加哦，不要丢我一个人哦。这怎么玩？笑死！这等一下，智能手机游玩前，等一下来介，等一下会介绍。感应器吧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要上下动，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要同队的人要很有默契的，那么各位感应到，要参加的人请用智能手机报名。我先讲一下哦，如果玩不好的话，可能会超过两分钟在做健身操。那么用智能手机报名吧。这个。如果大家没默契的话，可能会超过两分钟再举手，举手放手，举手放手。如果默契好的话，我们三十秒就结束了。不参加的人，请好好看到最后吧。十分钟哦。配合节奏，传递。那个，这时候是拇指要放在按钮上面，然后上下用。我台大概是一分钟延迟啦，啊，不一分钟，一秒钟啦。这个。不要在客厅玩，这个在客厅玩很羞耻。并用拇指按住固定。哎、欸，不要慢下来就好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个要按住中间的按钮，上下按上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好握住。我怕会超过两分钟哎、欸。按住固定。现在是要左右哦，哦，好好好好，来开始，我们上下。好。这是信吧？两金明龙。哦，被点名喽。他可不可以ban掉这个模式啊？我手，我们完全没有过来哎、欸！来了！然后左右哦，哦不，加油，各位！我知道手很酸，加油！哦不，左右。我们输了，通讯成功，输了，屁啦！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酸的吧？哎、欸，我零延迟的，我竟然在第十五名哎、欸！你们都跟我没有对到线的、欸，可恶！我只有31%。没有，哎、欸，这个不用理他啦，这个是因为有延迟啊，0%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没事的，大家没事。哦，手好酸啊、哦！第一站结束，来发表结果。你拿平板玩哦。
哎，全泰安。从现在开始，会由落后的队伍决定游戏，所以有请。我想那个深蹲其实也差不多，各位记得。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，谁都可以按下按键。接下来的游戏是这个。来了，各位准备啊！不要拍画面啊！开始吧！再次宣导，不要拍荧幕哦。不管是平板、电视、电脑的荧幕都不要拍哦，请拍自己身边有用的废物，好吗？请拍身边有用的废啊！竟然被认出来了，哎，开玩笑，我想说这该不会是信吧？你零很正常啊，你不叫月零吗？加入。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？不会啦，偶尔练练手啊。其实有在健身的练这个其实还好、欸。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。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哦。准备好了吧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。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。在自己身边寻找同一种颜色，然后拍下来看看吧。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你的手机不能玩，还是不能玩哦？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感觉不错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。先看看这个圈 color 吧，在20秒内拍照吧。那么开始。我这个肯定第一名啊，还是什么不玩？你有允许他使用什么东西吗？他不是问你允许什么的。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有哦，啊，还没下班不能玩。什么？我才91？这是怎么输？这是什么书？太凶了吧，这本书。这是这个颜色，时间跟刚刚一样。那么开始。什么啊？我有什么可以拍啊？时间到了，好像开始习惯了。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？没按到，没事。我分数也很低的。刚刚因为一点事情，哈哈哈。
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下午没睡觉，中午下午没睡觉吗？早上不是有聊薯条吗？就是觉得他差不多要离开了。对，我今天一整个白天都在陪在他身边，然后他刚刚离开了，去当小天使，所以今天其实一整天都在陪着薯条，没有讲那么凝重啊，就只是他其实也陪我很久了，所以只是三二一，对，时间到了。怎么讲？其实他从上个月中就其实，我不是说他就是有点就是抓不住了，还是有点不太会飞了。然后就是其实这两天都，不是两天啊，这几天都一直在陪他嘛。那其实他就是跑一下飞一下就去睡觉了，然后就觉得说我如果抓他出来，是不是他就是一直很想回笼子里面睡觉啊，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不是本来工作做得很好，本来在犹豫今天要不要开嘛。我今天就是在想说晚上会开这个啊，还是什么的。反正那时候还在想，那后来是今天薯条是连走都不能走了，然后我就是把它捧在手上啊，一捧就捧了四个小时以上。现在是同分，由刚才的游戏中输了的左边的队伍觉得是时候了，凭什么？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。不是，可以按下按键。应该说，接下来的游戏是怎么讲？我其实有在看关于就是弄成火化，弄成骨灰啊，然后带回家这种事情。好，我也看，今天就看很多，然后今天也哭了蛮久的啦，就来开始 bingo 吧。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哦。就也不要说什么，宠物死了啊，然后过世了啊，怎么还有心情开台，还能讲话那么淡定什么的？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。你知道，就是想要参加的玩家知道他已经要离开，我还开台这个行为，我还是怕说被人家讲有的没的。我本来是不打算讲这种事情，想说等到他大概离开了一个月或半个月之后再来讲这件事情。在智能手机按下 OK 按键，决定卡片的数字。在这个游戏里。其实以薯条的年纪吧，因为以前他们的年纪平均大概是那时候是说8到12年，可是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好嘛，然后就是说平均寿命是12到15年。那其实对不起，其实薯条他也陪了我9年以上啦。我当然也是很不舍啊！之前浅浅在欺负薯条什么的，我那时候也是超生气的啊。33，如果卡片上有对应数字的话，请点触一下把它打开。叔叔，你今天不是还贴那个吗？贴你们家玄凤给我看。6，对啊，今天就是在边摸薯条，在边看你的鹦鹉影片啊，图照片。说明一下规则吧。这个游戏是要队伍中过半数的成员达到 bingo 才能胜出。还是我看到第三个数字出现我再按呢、啊？懂吗？就是你们打字，我看到第三个数字出现我再按。左边的队伍，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。之后的数字是……第三个哦，是17。哦，十七。七。
你唯一玩的是这个啊？接着是右边的队伍。没事啊，还能玩啊。请让轮盘停下，之后的输。好，29、49、49。反正 sorry，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我应该不会再养动物了啦。决定数字24。应该啦，谁确定？谁能知道我还会不会再养？没有。右边的队伍。我那时候也是啊，就是养薯条啊，跟把布布带回来的时候，会变成三个。我其实那时候就是32、32、35。其实那时候就是有做好打算，就是即将连线，还有一个格子就 bingo 了。宠物一定是比玩家不玩家，比人还要早离开的啊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请让轮盘，这样开台不会很勉强。之后的15，不会啦。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接着是右边的队伍，请按下按键决定数42。左边的队伍有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。不是，就不要到时候啊那个。请按下按键。我匿名版上面又出现我这个啊，宠物死掉不好好陪人家什么这种话。养蚊子。右边的队伍，请按。哎，完全没连线呐、啊！12，完蛋了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空洞啊？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告诉主播你要几号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直接什么都按啊，我就是看到跳哪个跳第三个数字我就按啊，21223。有人达到即将连线呢。不要理匿名版，我其实现在都没在看的啊。达到即将连线的人开始增加了。21223。队伍同时达到 bingo， 那最先在卡上开动的就算获胜。接着是右边的队伍，你看出现第三个数字我才会按啊，靠，太多了吧？是十五。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？我也快了，我也快了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请让轮盘停下。14。右边的队伍有几个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？等一下，你们左边13个人，13个人即将连线呢。40，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。好扯哦。Bingo！ 那么继续吧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请让轮盘停下。20，右边的队伍有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。右边零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机会时段来了，来了，各位。51、2，我完全没有。哦不，怎么用？没有啊，这个就是我看到有人打字嘛，打到第三个字，就是聊天框框出现第三个泡泡，我就按下去。左边的队伍，你要玩，你扫左下 QR code 啊。38，哎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继续吧，接着是右边的队伍，请让轮盘停下。16 ，bingo， bingo， 16 ，bingo。那么继续吧，接着是左边的队伍。啊，我 bingo 就不能继续玩了、哦。按键决定数4 ，bingo。那么继续吧。是要连到全部有才有哦。请让轮盘停下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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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号？36。Bingo！ Bingo！ 那么继续吧。接着是左边的队伍，机会时段。哦，指定人数哦，要过半哦。30、31、37。Bingo！ Bingo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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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ngo！这样就分出胜负了，右边的队伍胜出。哇，我们都有哎、欸！欢呼祝贺吧！
来发表结果。没有，其实今天薯条的事情，我第一个是跟安妮说啦。虽然那个时间他一定在睡觉，但是我又跑去吵他。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吧。是不是很没礼貌？由左边的队伍决定游戏，觉得是现在了，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。接下来的游戏是这个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跟你们讲一下哦，那个是时间越短，猜到分数越高，但是你们有延迟，你们就只能狂点圈火叉。这是我今天早上讲的，就是说，番茄喜欢穿女装吗？圈火叉。那因为我有延迟嘛，我一定速度会比你们快，所以很多人的做法是直接狂瞎猜。这个是靠赛瞎猜的游戏。手机报名，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我报名到吗？试着按下叉及圈键。哎，要按两颗键哦，再按两颗键哦。这两颗都按过才可以哦。请试着按下叉及圈。接下来出现的题目有对的，也有错的。好，尽快选出答案吧。第三呀，要玩，拜拜。在2秒以内回答的话，可以获得分数奖励哦。那么，请各位好好加油吧。第一题，一减一等于二。哎，我按不下去哦，按。应该会关台啦，你看这个就是瞎猜到 0.2 秒的。哦对，答错会扣分哦，所以零分的机会很高啊。对，猜错就扣光光了，没事没事。好玩就好，好玩就好。不要觉得雷。是从东方。我按是西方对不对？你的蚊香勇士也太符合了吧！没事啊，这些分数都是假的，等下都零分了。你看打错一个就九十几分了，这么玩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战况激烈。第三题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道题目。这道题目的分数会变成两倍，零乘以二还是零啊？要预防疾病，吃饭前不洗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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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不管。哇哇哇！真的假的？来扣了扣了！哎，一百多啊，两倍的分数哈。绿色啊，没了！我想要绿色会不会六分险胜？请为努力比赛的双方队伍鼓掌。
们下一次再见吧。结果是平手，平手的话分数可以累积并带到下一个游戏，下一个胜出的队伍可以获得两分哦。右边的队伍维持着领先一分的状态，那么下一个游戏由左边的队伍决定游戏，觉得是时候了就马上按下。感谢把不揪团。接下来的游戏是这个啦，这是干嘛的？由于上一个游戏是平手，胜出就能获得大跳绳超坑，就一直跳。胜出的队伍，你说手机上下上下就好了吗？啊，这个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有延迟，不可能啊！要平手是不是？比谁人多，这假的。大跳绳，这我没玩过哎。哪队比人多谁赢？跳绳对决。哎呦，这次可以跳几次呢？想要参加的玩家，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。基本上一下就结束了，是吧？能跳到一下就很厉害了。那么，红队的参加，没参加就输了。红队的，红队的要不要参加？没参加就输了哦。完了，红队的要输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玩过。周围的人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谁先开始呢？但月玲没参加哦。右边的队伍，那么请起立，先练习看看。怎么玩？充分注意脚边跟四周状况，看清楚绳子的动作跳吧。大家都跳到的话，就来正式开始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按住跳哦，懂了懂了，跟那个什么一样啊？跟奥运朋友很像。跳绳时好好握住智能手机，并用拇指按住固定。哦，有人还没跳，好了，就这样正式开始喽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结束。差一点点呢、啊。你们跳几下？哎、欸，我们有一下哦，各位，我们有一下哦，你们隔壁的，我们有一下哦，是不是赢了？是不是赢了？是不是赢了？好了，换人。我、哦、一定一次哦。可恶。接着是左边的。我不知道嘛。请起立。换我们。注意脚边跟四周状况，看清楚绳子。有延迟，没事啦，这有延迟才好玩呢、啊。就来正式开始喽。跳绳时好好握住智能手机，并用拇指按住固定。看到他警告我，月玲危险咯。那么正式开始咯。不用跳啦，你手机举起来就好了。一开始。差一点点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是一定平手的游戏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有24人跳到，左边的队伍胜出。哦，这个意思哦。哦，难怪说人多就赢。难怪哦。好，最后的游戏也结束了，来发表结果。左边的队伍获得两分。左边的队伍胜出，恭喜！逆转，刚刚也没有逆转吧？游戏的胜负已经后面都快送分嘞！大家一起投票，选出这一次的 MVP 吧！使用智能手机投票选出今天表现最活跃的玩家吧！等一下，那个安娜是谁？那个是不是安妮啊？开始，安妮那个是不是你？
那个安娜头像的是你吗？表现最活跃，不只限于游戏里的表现，也可以考虑笑容等其他因素。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安娜的头是谁，也许也是个好选择呢。怎么样？就算已经投过了，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哦。那么差不多要停止投票了。嗯，看来应该不是。改成小游戏模式。那么来发表结果吧。这次的 MVP 是这个这位玩家。我找不到他的 ID。恭喜。最后请为努力比赛的双方队伍鼓掌，辛苦了。结果安妮根本没玩。你说单纯色彩猎人吗？我去看一下。怎么样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返回。有精力的话，请用追。那个啊？啊，按错。这个。哎，然后要怎么改 ？OK。啊，不是这个吧？哦，你中途加入，好啊。首先请用画面上的 QR Code 进入大家的专用房间。明天休息不完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来看谁家垃圾最多。已经进入房间的玩家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跟名字报名吧。选时间的页面，时间还是选分数，先不玩了，躺着看大家。哦，刚刚那是你哦，阿长，拜拜，可惜。已经报名的玩家，请帮一下还没有参加的玩家，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。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不行就算了，好。每一次 QR code 都不同，哎，番茄，你不是说相同吗？好，我再换一下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他说：“对啊，相同啊，但是你换了、啊，不存。”报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游戏吧。请找一位代表，负责按下追控的按键。就算现在还没有报名，待会儿还是可以报名参加的。这个吗？不对。要再次显示 QR code， 可以按一下 Join Code 上的加键或减键，换出暂停选单。等下先玩色彩猎人啊！等下来玩没有延迟的游戏，不然有延迟，我知道你们玩得不开心啊，不舒服。可是他这个不是就是你要多玩，然后去解锁新的关卡吗？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有菜渣、啊？还是这是谁用菜渣的封面当照片啊？请问画面中间已经上面的那个是菜渣吗？应该不是吧？现在还没有报名，待会还是可以报名参加的。要再次显示 QR code， 有间谍。Join code 上的加键或减键，换出暂停选单。有个间谍，有个间谍菜渣。玩家所持的智能手机画面上读取。开始。看一下哦。上礼拜影片封面，这礼拜的啦。Everybody。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74, 75, 76, 77,
在哪边选呢、啊？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那么这里马上来用 Joy-Con 选择想要游玩的派对。OK。你看一大堆，这个要玩过才能解锁啦，所以我想说前面先跟大家玩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马上来分组吧。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？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？然后恐龙帮的图哎、欸。Okay, 右边的队伍请移动到画面右侧，左边的队伍也请移动到画面左侧。白痴啊、喔、我的手机关机了，不是关机啦，画面黑掉了。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？感谢节操的42个月。那么准备好了吗？大家一起点出这款手机吧！专业色彩猎人，早安！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。接下来一天也好好努力吧。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？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。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刚刚猜他图片好像不见了，哎，跑哪去了？哇，你进不去，是左下的图太小吗？等我一下哦。虽然没对齐啦，那个冷一下。准备好了吧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。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。那个。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，然后拍下来看看吧。但是练习的不对。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哈，24分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。哎，不要拍萤幕哦，不要拍萤幕哦。不要拍萤幕，不要使用色。先看看这个 Train Color 吧，在20秒内拍照吧。那么开始。3、2。会不会被公干？会啊，我会干他。我会言语霸凌到他。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我刚刚看到浅风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们这些小垃圾要好好存起来哦。你们这些是一二Switch的啊那个题库哦，请好好留着。丢掉前先拿剪刀把它剪下来存好。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。接着是这个颜色，时间跟刚刚一样。那么开始。我觉得日光灯有黄光真的是有点
有点难过哎。他这样有点，你懂吗？颜色跟照下去的颜色会不一样，还是就为了这个改日光灯，为了在这款游戏上上认可。时间到了，手机开手电筒。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？完了，我不应该拍这个药膏的，可恶。等下子父你怎么都不拍啊？子父就差你一个人欸。白痴哦、喔、哦、喔、我怎么随便拍得上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哦、喔、你离线了、喔。白痴我。随便拍，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那个是那个啦，我开刀，开刀的那个东西啦。哎呦，是这个颜色。那个是我开刀的啦。啊，怎么就这样子？啊，这个就过，刚刚那个就没过。要求色调刚好比较偏黄，所以我就是。暗色系的话，可能就是背光啊，但亮色系就有点难面光了、啊。二一，时间到了，你要休息了，晚安，晚安。辛苦了，来，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。啊，熊猫君啊，你那个巧克力请好好留好。女子组，哎、欸，差十分哎、欸！真不愧是你，谢谢你今天也用心工作。还要吗？还要血池吗？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垃圾，再来看你们的垃圾吧。早安，今天不会再让你当成新人教育喽。早安，早安，也好好努力吧。有点想玩那个猜谜，你是说比手速的吗？啊，不然等一下玩那个比手速的。那等一下玩完那个比手速的，我就先关台喽。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。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。准备好了吧？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。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。啊，敢不敢这个当题库啊？不要练习呀、啊。然后拍下来。你知道我有一个颜色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吗？87分，哎。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。这个只有偶尔玩啊。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。感觉不错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。啊，这不就是雪莉有的颜色吗？在20秒内拍照吧。那么，开始。
干杯。好、啊，喝水。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好 ，OK 了。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？捣乱人是谁？利恩对不对？那个叫捣乱人的是不是利恩？94分，哇！大家都很猛哦。这是什么玩？哎，太扯了吧！一个人加100多分哦。接下来的工作，那我是要离开。好红哦！接着是这个颜色，时间跟刚刚一样。那么开始，原神启动。不够亮，不够亮，不够亮。谁拍的最好呢？是谁呢？把色纸拿出来了，不用吧？哎，该不会，该不会，我第二名。对啊，我第26名哎，看你们好红哦，怎么赢？这要怎么赢？这要怎么赢？最后一个了，加油！红包，对耶，有红包哎，这个绿色，最后是这个颜色，那么看一下、哦、开始，这么黑，好。好了，秒拍，应该要把秒数也算进去吧，对不对？秒数越低的分数加越多。三二，阿慧，6969，你也太辛苦了，来给我看看。所以我才说你们，请把那些有拿过前三名的，好好留着。以后可以祖传下去，曾经拿过色彩猎人的前三名，可以吧？那捣乱人是利恩吧？84分，被黑想查，天哪！又是你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盒子真的要留好哦，你真的要留好哦，跟你一模一样哎！又是你，谢谢你今天也用心。该买来吃了，没错，我明天就去买了。我要为了色彩猎人买这个。哎，为了色彩猎人，就发现前三名都是这个盒子。刚是哪一个啊？这个。来，各位。尝试测验。你有调角度？一定啊，它调比较背光啊。欢迎来到快速尝试测验。想要参加的玩家，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。哎，这是这最后一场哦。等一下关台了，休息。你家也有，但是在一楼，该拿上来囤着了吧？谁是利恩啊？
妈，我不是不会看头像吗？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。不参加的玩家，请为参加者打气吧。首先，请试着按下叉及圈键。首先，请试着按下叉及圈键。接下来出现的题目有对的，也有错的，尽快选出答案吧。在两秒以内回答的话，可以获得分数奖励哦。那么，我要抢，我要抢零点几秒的，我就看完答案再按太慢了。猜拳游戏中，跟布平手的是剪刀。布啊，我按，听我这惨叫就知道我按了什么。没错，是石头。抱歉啊，扣分还猜那么慢，亏我还零延迟，可恶！啊，三分欸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三分欸！要安全走过马路，过马路前先看左右。零点几是下去狂按的吗？一定是啊，那个是不看题目直接狂按的啊。好耶！平手了，平手了，平手了。第三题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道题目。这道题目的分数会变成两倍。哦，也是扣两倍啊！好好努力到最后吧。快点，我要拼零点零二秒的。用来吃东西。看东西。对对对，是对的，是对的，是对的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好了，我至少赢了，赢了这一次了，好不好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哇，我们好强哦，第一次看到碾压的欸，欸，我上榜了，我第一名，我第一名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吧，谢谢，轻松松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轻轻松松，好了，放下你们手机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是最后来想来个 UFO 啊，哈哈，没有啦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大家啦，啊，感谢我们番茄大大赠送游戏，是干嘛？哦，测验派对是。大家一起挑战测验，以成绩在排行榜上一决高下，是自己一个面对其他玩家的派对。好啦，看一下哦。问题来游玩。棉被猫晚安。哦，你是恐龙哦。奥普晚安，利恩晚安，爱查德晚安，样晚安，石狮子晚安，青蛙晚安，信晚安，棉被猫
晚安过了，睡之翼晚安，你再研究看看啊。月灵晚安，陈夜晚安，李轩晚安，雪莉晚安，番茄晚安，贝亚晚安，怪人晚安，红原晚安，莉莉晚安，黄瓜晚安，爱月五二九晚安 ，Dwin 的李九零一六晚安，芝芝晚安，蔡丁丁晚安，马同学晚安，薛晚安。P U R P L E R I N D 晚安，小小子晚安，刘莹行灯晚安，波光幻影晚安，睡到下晚安，星佑晚安，一笑晚安。别，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要关台啊，好不好？一笑晚安。K E V I N H S I U N G C 晚安，晚安，花喜品杰晚安，好啦，直接关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波西到现在还没睡，还有一件悲伤的事。波西到现在还靠呀，繁星翻，繁星闭嘴，我听到自己的声音，繁星闭嘴。好啦，拜拜，熊猫拜拜，晚安晚安。